我叫李强。2008年，为了音乐这个梦想，我南下来到这个城市。啥子嚷嚷？你不是这样说？啥子嚷嚷？快，快说！真是不像话！你来，走了，跑起来！哎，吓死！咋吓死？还个老子！干什么？神经病！每一天的点点滴滴，都是我生命里的音符。我一直认为老天特别眷顾，才给了我不一样的生活，所以我坚持梦想。不管它带给我的是悲伤还是快乐，我仍然坚持。我生命的转折是因为我的新工作，通常情况我都是干一行爱一行，但这次跟以前不同，我是真的爱上这份工作。不管是推销送货，我很喜欢马桶，我是认真的。芊芊是国家花样游泳队的运动员，我和芊芊的发展只能用飞快来形容。她喜欢我，喜欢我的一切。每次芊芊不在的日子里，我都很难熬。通常情况下，在这段日子里，我只做两件事：看她的表演视频和等她的电话。这个电话是芊芊的爸爸打来的。所以我今天来拜见岳父大人。老伯，请问这里哪有厕所呀？只要不抬头，到处都是厕所。师傅，好几天没给你打电话了，就特别想你。我晚上想请你吃饭。那明天呢？哦，嘿，后天。站住！哎，没说你芳芳。哎，你别挂，你别挂。你是李强？啊，您是。那跟我走吧。哦哦。
芊芊呢？芊芊不在，是董事长要见你。董事长，过来吧。哎妈呀，真漂亮！老婆，伯父你好。你是卖马桶的？其实我是一个马桶设计师。那你打算怎样设计你和芊芊的未来？这个我还没有想过。那你为什么认为我会同意芊芊和你在一起？小子，我是一定要把芊芊嫁给一个社会精英的。我不知道芊芊怎么选择了你，但我可以给你个机会。你现在回去准备，一个月以后我对你进行测试，然后再决定是否把芊芊交给你。听说你今天见我爸了，他跟你聊什么了？到底跟你聊什么了呀？哎呀，伯父他好像对我不大满意。没事儿，他这人一贯独断专行，跟你闹着玩呢。那你也没说过你有个这么的老爸呀？我没事跟你提他干嘛呀？又不是故意瞒着你的。啊，没事儿，是你爸想给你找个社会精英。那，你觉得我像精英吗？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陈芊芊用不着别人给我挑老公。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我爸的助理王玉。刚见过。啊？你们都见过了呀。今天他被小区的保安扣在保卫处了。这牛排做的可真不怎么样。不过下个月公司年会会请南湖餐厅大厨过来，人家做的牛排可是一流的。啊，到时候一起过来尝尝。你怎么不吃了呀？还在为考试的事发愁吧？考什么考呀？我爸真逗，你成天在他身边，你就多帮李强说说好话呗。这个芊芊，你是知道的。董事长是个要求极为严格的人，他只挑精英。对于自己女婿的考虑，我想可能会更为慎重，这一时半会儿还真摸不清楚。啊，不过我个人觉得，能让董事长看上的人，一定会具备高学历、高情商和高智商。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全面的训练，毕竟社会层次的差距是一个。麻烦，做做虚伪。我倒是可以帮他联系一家精英培训中心。早上学下高尔夫，中午学习法语。下午练一下礼仪形体，晚上再练一下华尔兹。这个芊芊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你真应该给我爸报个班，让他学会怎么尊重别人。李强又不是大款，哪有那么多闲钱？没关系，只要你高兴，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。不用，我自己想办法。芊芊，公司那边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那你不吃了呀？
亲爱的，送你一瓶农药，看你今天那个臭脸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在我心里，你一直就是一个精英。王韵是个很热心的人，你需要他的帮忙吗？如果需要的话，你可一定要告诉我哦。喂，哎，你好，请问是礼仪培训中心吗？哦，什么？哦，你们不招男学生啊？为什么？男公关？喂，是钢琴培训吗？56000，这么贵啊？什么？3000就能学敲锣？敲锣用学吗？时间这么长啊？有没有短一点的？啥？还要去美国，有没有近点的？喂呀，哎，你好，请问您这里是？什么情况？有没有人跟着你啊，老婆？我，到底有没有人跟着你啊，老婆？你，哦，你是？不要说我，我明白的。Follow me。来，您请坐。小伙子，哎，今年多大了？25。25，怎么现在才来啊？是女朋友抱怨了吧？他倒没什么，主要是他爸。他爸？有意思。来，请躺下。来，听听音乐，放松心情，闭上眼睛。什么都不要想，张开双臂，想象自己是一只海燕，高傲的在海上飞翔，两只手一起来，对，飞舞，闭上眼睛，哦，飞舞。哎，老婆，你要干嘛呀？忍一忍啊。一起疼疼，一舞剑气动四方，无痛还切我所长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难道你不相信我一刀仙的本事？你这不是精英培训中心吗？难道你不是来？这是我当年去解决一场江湖纠纷时所穿的战袍。那场大战真是鬼哭神嚎啊，我一个人就干掉了几十个。不说了，太残忍了。后来吴宇森就根据我的事迹拍摄了《英雄本色》。我为人很低调的，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小马哥的原型还偶啦，我不要说话，我明白的。没错，你现在站的地方就是全国最权威、最专业的精英男士培训中心，我就是这里的负责人。Blue 是东，你叫我东叔就可以了。
那都说啊，我在这里可以学到什么呀？哈哈，问得好。我们金鹰男士培训中心本着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理念，为您准备了金鹰男士速成套餐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金鹰是可以打造的。我们为你准备了零振膜枪和慢攻气火两种套系，您选哪种啊？我要速成的。好，我问你，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精英？科勒老总，那你为什么又觉得自己不能成为精英呢？其实，精不精英的，我真无所谓。我也知道我就是个卖马桶的穷小子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。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女朋友也把我当成一个废物，我不想让她对我失望。Really good， 找到原因了，是吗？你这是严重缺乏自信心的先天性忧郁自卑症。那为什么是先天性的？忧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病，很严重的。一个精英男士的先决条件就是看他自己是否有充足的自信心。我这里有独门秘制的大力精英丸。大力精英丸，大力精英丸只需一粒，替你驱除忧郁，横扫自卑，让男人更男人。先付钱。啊？怎么样？现在是不是感觉到自己浑身充满了自信啊？看看这酷毙的表情，瞧瞧这给力的眼神。我是精英 ，Come on， 来一次。我是，不要看我，看镜子，看自己，一个脱胎换骨的自己。为什么我吃了你的药，我就不停的？你太紧张了。我怎么感觉我好像着了你的套了呢？是吗？你太不了解我了。现在，你要在内心告诉自己。不断地告诉自己，我是一个。我可以去趟厕所吗？不要说话，我明白的。你一定感到很惊讶，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，和刚刚那个糟老头判若两人。其实刚刚你看见的是我，也不是我。啊？这就是包装。只要包装够给力，范伟也变范伟奇。把我也包了吧。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社会精英，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武。We'll be right back.
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穿件黄衣服就以为自己是李小龙。跟我学点基本功去，我们练的是舞蹈啊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不去，去，不去。你拉我，我也不去。练舞蹈很优雅，不去，很有气质啊。好啦，我左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停，向右，向右，对，很好，转。转，看到我的脚，看我脚，转。都说，我不想再学这些无聊的东西了，都一点用都没有。为什么我是个大夫？不知道。为什么我是个男科大夫？不知道。为什么我是个做环切的男科大夫？Shut up！ 就因为我年轻时吃过这个亏，我不想让你也遭这份罪。可是你怕疼怕麻烦 ，selfish！ 现在房价在涨，物价在涨，什么都在涨，你个人价值涨了吗？除了你对陈清清那些自私的想法以外，你还剩什么 ？What the fuck do you know？ 那个谁谁谁曾经这样说过。上一代的努力换来的是这一代的失败。哪个谁是谁啊？别打断我！你看你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你对陈芊芊做什么？你能对陈芊芊做什么？我要说，就大声说。我绝对不会把她拱手让人。再说一遍，我绝对不会把她拱手让人。好极了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气场。再说一遍，我绝对不会把他拱手让人。不饿了。陪我去吃早饭吧。耍我，耍了就成。谁啊？我是送外卖的。来了。多少钱呀？28000。哎呦，脚脚脚！你怎么样了呀？没事儿，训练过度了。看我给你带的什么。猪蹄饭。家里怎么又那么乱呀？姐手艺不错吧？嗯，好吃。吃哪儿补哪儿。多吃点儿，看你瘦得跟猴子一样。
芊芊啊，我觉得吧，咱们最近特别缺乏沟通，我特别需要关怀。那个，刚才说那事儿是不是有点误会啊？误会什么呀？等会再说。那就一会儿再说呗。你给我弹首歌吧，好久没听了。哦。那你想听什么？我有一首特别想听的曲子，不知道你会不会，但是我不知道名字。大概是，你确定这个是？弹的，好像不是。算了。哦。糟了，我要训练了。哦，我送你。那你好好练啊。哦。下次我要来检查。哦。还有，不许剩饭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哼哼哼哼哼！哎呀，水，渴死我了！东叔，你刚才干嘛去了？我就在外面，免得打扰你把妹呀。小子，东叔给你找了一个更加 happy 的事情，你想听吗？不要。精英男士成功学教导我们，一个男人要有对社会的责任感，所以我要你去做义工。翔东，与我一起滑。画什么？哆啦 A 梦。你
是这个，这个粗。哥哥，你会不会绣啊？哥哥是专业的啊。哎。哎，我的炮呢？炮你输了。肯定是给我拿了，肯定是给我吃的，拿出来。给我拿出来，你太不行了。看见我就害怕，看见我就害怕。哦，对不起，又是个龙。伯父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？不行啊？啊，不是，欢迎欢迎。我去给您倒杯水啊。不麻烦了。还在卖马桶啊？啊，我刚刚辞掉这份工作，打算换一个新的。这么说，我女儿现在是在和一个无业青年打交道？是。啊，不是。基本上。大致是这样的，我正在努力找工作，正在努力找。为了给芊芊一个更好的生活，我打算，我不想再这样浑浑噩噩的混吃混喝了。于是，我正在攻读精英男士的成功学、心理学还有公关学，希望不会辜负伯父您对我的期望。啊，这本书是我师父给我上课用的教材。看来最近你还真是用功啊，辛苦了。哎，我送你。在家锁什么门嘛？搞什么东东啊？啊，还是被你发现了这本书的奥秘啊！这个是我的个人爱好，你要理解吗？滚一边去！哎呀，你是怎么对师傅说的？师傅，你还真好意思说啊，师傅，这就是你教给我的东西？这个是我的个人爱好嘛，但教你的东西我全记在脑子里边了。那我请问你教给我什么了？教我怎样被老板炒鱿鱼，教我怎样被岳父鄙视，看这本书教我怎样失去芊芊。你被炒鱿鱼了？算了，反正已经不重要了。他为什么单单翻这本书呢？谈棉花呢？
东叔啊，你怎么会这首曲子呀？东叔，倩倩一直想听这首曲子，你教给我好不好嘛？东叔叔，想学呀？嗯，800。800，你抢钱啊？抢钱怎么了？抢钱是瞧得起你呀。是欠着行不行？不行。东叔，东叔，我没充错了，钱也没了，这么惨啊！管我的，路子不是没有，看你上不上路了。那，站好。那你说好，不许耍我，不会。当当。哎，祖国的花朵呢，是要用充足的爱心去雨露浇灌的，所以我在没有生意的时候，就会到幼儿园去看大门。为了考验你的爱心，我就通过种种关系，让你去幼儿园当幼教。啊？东哥啊，你好，好，好久不见。你最近身体还好吧？挺好的，我给你带了个人过来帮忙啊。哎，我们走吧。好，上次你教我的魔术还没教完啊。你还没学会呀？我再教你呀。又装修了啊？挺好，挺好。哎，臭小子，快点过来呀！来来来来来。这些孩子都非常具有这个年龄儿童心理特征的行为方式。哇！哎，看，你看你头发，看你，快不要砸我吧！有你好看，有你好看，哎呀！李强，你先上，东叔掩护你啊！为什么话呀，东哥？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快告诉我！东哥，啊，你那个朋友他一个人可以吗？他可喜欢孩子了，这会儿他们正玩得很开心呢。在那一刻，我真的遇见了天使。不把魔术教会我，哪里也不要去。哎呀，帮我要电话。我叫夏天，我没事就在这儿做义工。你呢？你叫什么？我叫李强。这群小怪兽们终于回家吃饭了。可是，我觉得他们都是小天使。今天还好有你。要不然我就惨了。
真的，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你。那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好。强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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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问到他的名字了吗？夏天。夏天，多么清新脱俗，我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夏天气息扑面而来。神经病！电话呢？你问到他电话了吗？曲子呢？你说只要我去了就给我曲子。你告诉我电话号码，我就教你曲子。你不给我曲子，我就不给你电话。哎呀，臭小子，你敢威胁我？怎样啊？哦，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想吃独食，你有了程芊芊，还想要夏天？你胡说！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呀，你胡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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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简单。怎么了？我脚好像疼了。很疼吗？你劲儿真大，轻点儿。哦，那我轻点儿。还疼吗？嗯，不疼了。那我再使点劲儿啊。好像有人找你。哎，哎，芊芊，嘿，你怎么来了呀？芊芊，芊芊，芊芊。芊芊，你听我说。说什么呀？说你丢了工作上这来玩是吗？芊芊，这事儿我还没来及告诉你。是吗？不是没来得及，是你根本没打算告诉我。李强，你连这点安全感都给不了我了吗？芊芊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想通过你爸的考验，我在训练。训练？训练给别的女人揉脚吗？芊芊，今天真对不起。没事儿，和你没关系。可你看上去很不开心。真的没事儿。给你添麻烦的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我送你回去吧。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。不用谢我，要谢你就谢戴博拉吧。戴博拉是谁啊？他，我的三轮车。
你的脚没事了吧？能自己走吗？没问题。啊，拜拜。哎呀，累吗？没事。要不进去坐坐？不早了，东叔在家等我呢。明天见。抛掉今天的不快，明天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加油哦！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耶，看过来。谁啊？哎，怎么是你啊？外面下雨了吗？先进来吧。先随便坐。你先去洗个澡，然后。哟，还会做饭呢。哈，你洗完了？嗯。你先出去歇一会儿吧。不，我想看你做菜。做菜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怎么不穿裤子呀？哟，这还藏着酒呢。哦，那是我师傅的。好吃啊。你一个人住多孤单啊。你女朋友怎么也不来陪陪你？看，她平时忙，我最近又在接受训练，跟师傅住在一起，她来不太方便。不过有李师傅陪你也好，至少不会太无聊。他呀，他来更闹心，成天给我找麻烦，我躲都躲不及。那他不会突然回来吧？哦，是啊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他看见我在这儿，会不会误会？哎，没事儿，他看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，那我还不能招待一下朋友了？来，我敬你，这一杯祝你和你的女朋友永远幸福。来到麦当劳啊，到底是什么好啊？炸薯条，炸薯条，菠萝派呀，菠萝派，巨无霸，巨无霸，炸薯条，炸薯条，菠萝派，输了。哦，咱俩来到麦当劳啊。来，这一杯，祝你早日完成任务。不能再喝。难道你不想得到李岳父的认可吗？嗯。哈哈哈说的对。
李强。李强。李强。你昨天晚上对我干什么了，小子？起来训练去。不去。嗯。起来。不起来训练。不去。起来训练。不去。每天训练一小时，幸福拥有成千千。起来。一个月的训练，我终于等来了岳父的失恋。造型给迷倒啊，这是为师送你的出师之礼，你要好好珍惜呀。东叔，我真想一头撞死。看来你真的是不了解，真正的男人是这样的。看看这八桥的发型，这小马哥的风衣，这星爷的胡髻啦，看看这酷毙的表情，这给力的眼神，明天你一定会风靡万千少女的。嘿嘿，我才不会又着你的道啊。啊喂喂喂喂喂喂，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 fashion 时尚啊？怎么还睡不着啊？东叔啊，这个曲子它不给力啊，你懂什么呀？这首曲子啊，只有用口琴的音色才能够将它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哦，那我没有口琴，我去哪里搞一个呀？从我这里搞啊。小子，看你这么用功，送给你了。嘿嘿，东叔啊，你没事吧？这个口琴的背后啊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。曾经有个穷小子啊，娶了个漂亮的媳妇儿，这个口琴就是他们的定情信物。他拼了命的赚钱，就是想让他的妻儿过上好的日子。妻子因病去世，他才知道
切都无法挽回了。好好练琴吧。当你对所爱的人传情达意的时候，最好的方式就是音乐。东叔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滚滚红尘映世界。这拿来。知道吗？前几天我们看见我们大学同学了，你猜是谁？谁啊？王芳。啊，最近变化特别大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特别大。我也好久没看到她了。而且她找一男朋友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麻雀飞上枝头了，太牛了！她男朋友特别靠谱。哎，亲爱的，你手套挺好看的，是哪买的？你看着好看吗？第一次来这儿不习惯吧？我也不习惯。没有。西装选的还行呀，被你人模狗样。喂，看什么呢？不许看别人。伯父呢？找借口！你是不是在看他呢？不知道吧？他可是个大总裁，我的伙伴。今晚宴会的主要嘉宾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真的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应该对你发脾气。
会。我来替你跳支舞。去呀。对不起啊，垃圾，干嘛走得这么急啊？我开车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走。敞篷车为你量身定造。你自己留着开吧。垃圾就应该去垃圾该待的地方。为什么要逼我？做得认真一点，别闹。哎呀！送他回去。是。现在才来，我骨头都快被折腾断了。是吗？柔柔，你怎么认识我岳父呀？这是我的秘密，是吗？哎呀，今天人模狗样的呀，穿的很贵的。是吗？当然。你还有空办黑社会呀？怎么和你岳父说话的？伯父，对不起。谁岳父？董事长。啊啊啊！你个老不正经的，你居然是个大款。李强啊，瞒你这么久，我很抱歉。不要打断我，我明白的。实在抱歉。不要打断我！
你是芊芊他爸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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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芊芊呢？芊芊在哪里？我要向他解释一件事情。你想解释什么？你一个人住，多孤单呐！你女朋友怎么也不来陪陪你？我和她在一起更闹心，这家伙天天给我找麻烦，我躲都躲不及。他不会突然回来吧？没事儿，他看见了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你累不累？没事儿。马上！哎呀，你劲儿真大，轻点儿。哦，那我轻点儿。还疼吗？不疼了。那我再使点劲儿啊。芊芊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和他没什么，是不是？这又不是连续剧，能换点心情吗？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让他走。我不想再看见他。芊芊，芊芊，你和你爸，和他们，你们合计我耍我是吧？啊！李强。芊芊，滚！董事长，现在你还想解释的话，那是在侮辱我的智商了。但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帮那样一个人？我喜欢聪明人，但不喜欢小人。实心大萝卜我可以接受，但绝不会考虑浑身是眼的蜂窝煤。芊芊啊。李强的事情，我很抱歉，不该瞒着你。你竟然在他身边还看着他犯错！我天天跟他在一起训练他，吃饭在一起，睡觉在一起，连洗澡都在一起。他做过什么，没做过什么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李强，李强，
王总，我。我不会让任何人害了我未来的女婿。你女婿，你就这样心安理得的看着你女婿变成傻子，我们都被你玩得团团转。说声对不起就完了，你永远都是这样不顾别人的感受。你害了我妈的一生，现在又来破坏我和李强的幸福，要不是因为你哪有那么多事儿。原来到这段儿，我就总是谈不过去。东叔说，是因为口琴的原因。于是我一直练，一直练，练到现在还是不会。此时此刻，我才明白原因是什么。琴挺贵的，对不起，别这样，我误会你了，我错怪你了，你原谅我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其实我还要谢谢你们。是你们让我明白了，我他妈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卖马桶。倩倩，我输了，我尽力了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你不准放弃，听见没有？我命令你不准放弃。是我配不上你。我去给我爸去让他给你道歉，从今以后他不会再干涉我们了。倩倩，不是你爸的错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不想再玩了。玩？你把我们的感情当儿戏？
来过我家那么多次，不可能没见过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嘴笨。还没有找到人吗？喂，喂，李强，看见芊芊了吗？没有。他昨天一个晚上没回家，我很着急呀。我真的没有见到他。我以后也不会再见你们了。请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打扰我了。喂，喂，喂。我要你陪着我。看着那海龟水中游，慢慢的爬在那沙滩上，数着浪花一朵朵。你不要害怕，你不会寂寞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，让你乐悠悠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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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你终于接我电话了，倩倩，别闹了。
闹。你可以放弃，我不能。你爸爸找了你一个晚上，他很担心你。你担心吗？你就不担心吗？芊芊，你回家吧。我现在就是很危险，我被人绑架了。你来还是不来？你就这么不在乎我吗？别瞎说了。我今晚就离开这里，以后你以后好好照顾自己。雨强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董事长，我们已经找到芊芊小姐了。她人呢？可是，她不肯跟我们回来。快带我去。救命啊！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你们是谁？干嘛绑住我？放开！你怎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倩倩，不要急，是我把董事长请过来的。王玉，你真是疯了！那都是你们逼的。王玉，你个王八蛋！到底要干嘛？王玉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！芊芊，别害怕，爸爸在啊！啊！放开我！芊芊，别怕！王玉。喂，拉姐，我有一个惊喜送给你。怎么了？给你个机会证明自己啊！芊芊现在在我手里，20分钟之后到城西工厂来。我受够了，你去告诉东叔，不要再骗我了。骗你？垃圾果然有垃圾的借口。王玉，你不是人！王八蛋！你他妈要是不敢来，就当我是骗你吧！董事长，这些年来您对我的教导，我一字一句都记得。我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你要什么？说吧。我要什么？我他妈到底要什么？其实你原来说过。说我野心太大，做事只顾着自己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父亲看待。你知道吗，父亲？可是你给过我什么？对，我承认，
我是有点野心，一点点，就这么一点点，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这么小，就这么小。你要什么我知道，可我不能给你，我不能让你害了芊芊，也害了你自己。听见了吗？你们都听见了没？他说他知道，他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他妈根本就不知道，我想要的只不过是一个肯定。行，你知道什么？财务先生，把文件拿回来。彩叔，董事长，哦，没办法，我是被逼的。我知道，我是被逼的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是想拿回我应得的。我要的不是太多，这个是把你的钱转到我瑞士账户的文件，就请您签字转账吧。爸，你别去，王宇，你拿了钱也跑不了。Why not? 芊芊，我对他卑躬屈膝也就算了，为什么你还要一直不断的践踏我的自尊？我哪一家比不上那个垃圾？就是比不了。你说什么？就是比不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拉着人呢？王八蛋！他敢来吗？他敢来吗？你拉着人呢？人呢？啊！王玉，放开我！放开芊芊！放开！你要钱吗？我给你。让他签字。我慌什么？都慌什么？啊！你滚开！魏楠，慌什么啊？都慌什么？都跟我来！调虎离山。给我搜，给我抓住来，放开老叔。垃圾，是你吗？Shut up！ 不许搞！垃圾，我谅你也不敢开枪。You will be tried。垃圾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我数到三，咱们把枪放了。一。二，强哥，强哥，他们平时相处的也不错，你不要这样吧，强哥。放人！你想想你！跑！去死！啊！哦！别打了！三哥。李强。强哥，没事吧？啊，黄玉，警察来了！
什么？你们都去哪儿？你们回来！救命啊！都他妈回来！救命啊！回来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起来！放开我！王玉，放开芊芊，坐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李强，李强，李强，别睡着了，醒醒！李强，走！放开芊芊！我没想到你他妈居然报警，我呸！是不是要一枪崩了你？你开呀！你开呀！我真开枪了！我呸！开呀！开呀！开呀！我呸！这你也有假货！我去你妈的！李强，别追了！李强，别追了！李强，李强！醒醒啊，李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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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又带着芊芊来看你了。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。你在天堂就安心吧，我会把芊芊照顾好的。老婆，我今天把准女婿带来给你看，我想把芊芊交给他。伯母，你放心把芊芊交给我吧，我一定。一定用我的全部去爱他。有妈妈在，我们一家才是完整的。伯母，我给你吹一首曲子吧。